就先看课本。课本的话呢，这一课的课文啊，先让你们看一下动画，因为它有一点点久。All animals were going to the party. It was the Lion King's birthday. All animals were going to the birthday party. Taylor the toad and Fred the frog were on the way. It was raining. The road was wet and full of mud. Taylor and Fred were taking selfies on the way.Suddenly, they fell into a deep hole. Taylor and Fred were crying for help when a rabbit went b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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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abbit stood beside the hole and said, Oh dear, you don't jump like me.You can't get to the party before it starts. Oh, it's too difficult. Just give up. And he jumped away. Taylor and Fred jumped over and over again. Later, a butterfly flew by. She laughed. Oh dear, you don't fly like me. You can't get to the party before it starts. It's not possible. And she flew away. Two spiders passed by and said, Oh dear, you don't climb like us.You can't get to the party before it starts. Don't try anymore, or you could fall down to the bottom and die. And they went away. 好，先到这边，一半，好了，来，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单字的部分。第一个叫做 king， 写上 U 三 ，vocabulary 应该就可以了。好，那第一个呢 ，king 这个字呢叫做国王，因为国王的生日嘛，所以他们就在讲的就是国王。那你要知道哦，这个字啊，它的第二个，外地人，好了吗？写它的相反叫做 queen。可是哦，其实你要知道，因为 king 是男生 ，queen 是女生。第二个呢，你要写一下，就是如果你们去住宿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床加大，那个呢叫做 king size。这个的意思哦，你可以这样中间一杠，指的呢就是指那种加大的床。那当然，你说啊，为什么一定是 king？ 现在的确，你可以用 queen size， 就平常可能是五乘七啦，后来可能变六乘八，那你可以把它加大、加宽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样 ，king 这个字呢本身就是可以是国王，可是呢在 king size 的时候指的是加大的。那因为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经典台词 ，I'm the king。Of the world，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因为这一句呢，就是铁达尼号很多人结束之后的经典的一个动作。反正他强调的就是他们的 king of the world， 就是我是世界的王嘛。好了，这是第一个。好，然后写个三。如果你要强调什么什么国王的时候，比如说亚瑟王，你要这样子哦。第一个 king 要大写 ，K 要大写，然后后面加上他的名字叫 Arthur， 比如说亚瑟王。就是亚瑟，然后第一个字都大写，名字放后面，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的 Mr. 啦、Mrs. 啦的概念，就亚瑟国王，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单字呢叫做 wet， 那这个字呢跟我们强调的，比如说天气的潮湿不一样哦。这个字呢，它会比较强调，是因为比如说你把水弄到地上去，身上湿了那种湿。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知道这个 wet 呢本身叫做湿的。可是如果你要强调是那种天气，我们等一下会写。所以一它的相反，干的呢叫做 dry。可是写个二，如果今天我们要强调天气，像台湾的天气就是很潮湿，所以我们的除湿机啊是基本款，不然家里很快很多东西都发霉嘛。这个字 humid 这个字呢，就是强调天气的那种潮湿，就不是真的弄湿的那种湿。好，再来看到第三个喽。
喊得上哈。来，第三个呢，叫做 mud。那你要知道 ，mud 这个字就是泥巴啦，泥泞的意思，泥土的意思。可是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所以合理来说，它是数不出来的。所以再多再多的泥土，你要记得写个一，它不可数。那因为我不可数，所以你要用的呢，要么就是 much。当然，如果你真的分不出来，好吧，我们偷懒，我们奸诈一点，写了 lot。当然，你也可以写 lots。反正它皆可数不可数都可以，只是 much 就一定皆不可数啊。好，那这页它是泥泞嘛，来写个 mudslide。这个字呢，在地震，尤其下过雨的地震的地区哦，最可怕，因为这个字叫土石流，对，写上去 slide 本来是滑动嘛，所以 mudslide 呢，这个921地震其实很多地方会这么严重，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地震而已，他们现在土石流，所以你要写土石流，写上去。好了。再来下一个单字呢，好不好？叫做 deep。那这个字，第一个它可以强调的是深度，所以呢，你要知道，哎，我们的单字书有它的名词，所以先写一下 deep 这个字哈，叫做深的，所以它可以是形容词，可是它也可以是副词。那它的相反叫做 shallow。一，它是副词，就是深深的。二，它的相反，因为那时候本来其实我打算让你唱这首歌。有一首歌就是那个 Lady Gaga， 对，就 shallow 这个字呢就是浅的。好，然后写了三，所以你的深度，像它不是掉进去吗？那个深度就是太深了嘛，那就叫 deep， th， 这个字就是它的名词，就是深度的意思。深度。啊、高度有另外一个字，宽度有另外一个字哦。好，再来，可以了哈。下一个单字，往下喽。再来下一个呢，叫做 toad。那这个字你要念先念一遍给你。toad。有听到吗 ？O A 念 O。toad。念 O 哦，所以呢，它跟青蛙不一样，哪一个比较不好？我觉得 toad 比较，因为好像它背上的那个油是有毒的。以前的人像我的年代，我真的小时候吃过青蛙，就是要加九层塔，就是听说什么有小朋友不喜欢吃饭的话，什么蒜头九层塔，去加一个什么中药，吃自己就开胃，你知道吗？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变很胖，就是因为胃开了，什么都想吃。那臭的不能吃，是因为背上的那个油有毒。所以你要知道的是 T O A D 这个字哦，就记得它可数，这样就好了。所以呢，没有聊。来，下个单字呢叫 suddenly， 先拆开来看。我不要 ly， 你觉得它是什么词？不要 ly， 你觉得它是什么词？形容词，很好，没错。所以先写个一，它的形容词就是把 ly 去掉，叫做 sudden。然后它也是名词哦，它也是名词。所以如果说突然地叫 out of a sudden， 就是等于 suddenly。out of a sudden。就是 suddenly， 好，可以啊，因为它突然就不小心掉到洞里面去了，所以下一个字就是洞。那这个洞呢，你备注一下哈，它跟洞穴不一样，这个是地底的，可是如果山洞，那个山洞那个洞就是另外一个字，就是多方书局的英文叫 cave， 所以你要先知道这个 hole 这个字呢本身记一下就是洞。那它不等于，写个不等于 cave， C A V E， 因为 cave 这个字比较强调是山洞，就墙壁上的那一种。啊，当然你说啊，墙壁上我的手一直去抠出一个洞，对不对？可以，那个时候的确就叫做洞，可是 cave 比较强调是山洞。好，再来下一个单字叫做 beside， 仔细看哦，它没有加 s 哦。它没有加 s 哦，因为它加了 s 的时候呢，意思是不一样的。你先知道，来 ，beside 是介系词，它就是在什么什么的旁边，写个等于 next to 的 by， 在这里一等于 next to 等于 by， 可是写个二，它不等于 besides。那这个 besides 呢，它不是介系词，这个字的意思哦，它是一个副词，
叫做除此之外，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所以有 S 跟没有 S 不一样哦，就像 everyday 连在一起的分开不一样， everyone 跟 everyone， every 跟 one 拆开也不一样。除此之外，你写上去。好，那我等一下收笔记回来看一下嘿。再来下个单字呢，叫做 before， 是这一课的重点嘛？因为 before 呢，它比较麻烦。先问你哦，你觉得 before 先接第几个动作？有。哎，很好，没错。来，先写一下哦 ，before 这个 b， 因为是字母的第二个字，那你会发现它的词性啊，叫 conj。什么叫 conj？ 写一下，所谓的连接词，就是它的后面要接一个主词，要接一个动词，所以都要写个 b to 上去。因为 B 是英文字母第二个字嘛，所以接第二个动作。可是有时候呢，因为它可以当介系词，所以呢，你要写的地方，写好了哦。好来，那呢，也因为这样，第二个意思，我们之前学到的叫做从前，写个句尾，它放在句尾的时候，从前，从前。当然，如果有数字就很够了，没有时间就 before。好啦。再来写个三，那 after 呢？因为是 A 是英文字母第一个字，所以帮我写个 S 加 B one。A 跟 B 不一样 ，A 是接第一个动作 ，B 是接第二个动作。嗯，下黑。那我就继续咯，再来往下。所以记得哦 ，after 跟 before 呢，你一定要记住，它当连接词的时候，要有一个主词，要有一个动词，只是它的顺序，动词的顺序不一样，这样黑吧？好，再来下一个单字叫做 difficult， 这个字其实很少形容人，它叫非人称形容词。为什么？因为我们只会形容事情很困难，只会形容考试很难。所以这个字呢，当形容词的时候，一如果它当困难的，你要备注哦，写个等于一等于 hard，H-A-R-D， 这是困难的。然后写个二，所以它的相反呢叫做 easy。还没，因为这个字最麻烦在于它的句型。所以呢，如果说对我而言啊，要走到对面的麦当劳好难啊，好难啊，因为要过红绿灯，要过斑马线，那这件事情很困难。你要知道啊，在这里，我们的 difficult 跟 hard 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difficult 呢，通常指的是你特别的能力、技巧、智慧，你才能克服的困难。那 hard 呢，它本身比较强调就是。不太容易 去完成的，所以呢，比 difficult 当然啊 ，hard 可能第一个它字比较短 ，difficult 字比较长，所以也因为这样呢，你帮我备注一个地方哦，啊，所以你看这两个字，对一些学生来说，数学很难，叫 math is very difficult for some student， 对我来说是超级无敌难。可是第二个呢，如果强调这一课很难，那这一课呢对我来说不太好完成，那叫 the lesson is so hard， 这是可以的。然后最后写个 it is hard for 什么人 to 什么事 it is difficult for 一个人 to 一件事，因为很快就要上到不定词了，就是对这个人而言做这件事情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难的，对这个人而言做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好，再来下一个奶油苍蝇哦。什么是奶油苍蝇？奶油怎么说 ？Butter 苍蝇 ，fly 对，所以人家开玩笑讲说古典有没有？就是奶油苍蝇。那你要知道它可数，它可以数。什么叫做苍蝇？在这，所以第一个 fly 呢，自己想想，一苍蝇叫做 fly， 它可以去外加 es， 超多的苍蝇。那为什么苍蝇你打不到它？因为它背上的复眼太多。你手伸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心里在笑。我知道你要打我，身上的方向呢，你他都可以很清楚知道。所以你要打苍蝇是很难的一件事，很难。橡皮筋。对，除非橡皮筋。然后二呢，叫做 firefly， 会发火的苍蝇，它就是屁股亮亮的嘛，所以叫萤火虫。然后第三个呢 ，dragon 是龙。我后来才知道蜻蜓的台语叫蝉，一蝉 a， 那个音我会念，就是天地的婴儿。甜音有吗？餐还有比较厉害的 ，dragonfly 就是蜻蜓。好啊，可是呢，因为这个字哈，为什么这样子说？为什么跟蝴蝶有关？你如果去参加演讲比赛，应该会有这个概念。
就是你的肚子里面、你的胃里面好多蝴蝶在飞，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舒服，你的胃紧张，可能抽筋啊、痉挛啊这样子。所以呢，你要写四，最常考的是什么？是第四种，胃里面有蝴蝶，意思就是你很紧张，非常的焦虑。好啦，对不起，应该这样子，你才慢慢写，就是 have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你还是不抄是不是？好了，再来下一个单字呢，叫做 laugh。那这个字跟 smile 有点不一样。最迷人的微笑呢，其实是露出八颗牙齿，这是最迷人的微笑。可是这个 laugh 哦，他应该已经看到你的喉咙了，你的蛀牙应该都看到了，因为 laugh 这个字叫大笑。所以呢，你要嘲笑别人，你要先写一嘲笑，叫做 laugh at。嘲笑哦，这是不好的。然后写个二，笑声叫做 laughter。这个字呢，本身呢就是一个名词，就是你的笑声。然后写个三，微笑，就是最迷人的吧，那个叫 smile。这个字呢就是微笑。好了没？好，再来下面第十个叫做 possible， 因为 mission impossible 的关系啦，所以你们应该知道 possible 是可能的，所以 everything is possi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这好像是 Nike 还是 Adidas 的广告，他们的那个广告的口号。所以你要知道哦， possible 是可能的，它的相反是 I am， 它是 I am 哦， impossible。所以呢，写个二，可能性叫 possibility。P-O-S-S-I-B-I-L-I-T-Y 叫 possibility， 就是可能性。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所以他讲 everything is possi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 所以只要你愿意，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好了，再来下个单字呢，叫做 cry。除了大哭之外，其实它不见得只有哭啊，它是大哭的一种。可是呢，我们课本里面给的是 cry out for help， 什么意思？写上去哦。一 cry out for help， 求救。有没有 out 就不一定了，因为有人是大喊，你可以用 cry out for help 写个大喊救命、求救，吐他一下快点，他已经昏倒了，他的声音就不正常，吐他吐他，还是他听到钟声就会响。就会醒过来。好的，那我们先暂时到这边。好，那我们就往下。所以呢，这个字哦 ，cry， 你备注一下哦。如果今天你看到他写 cry out for help， 记得它的中文就翻成求救。所以你要先知道的，写个一，刚刚写的是 cry out for help 嘛，然后写个二，它翻成大叫、喊叫也可以，哭也可以。所以你要知道是这个字哦，没有去 y 加 ing 的。它是直接加 ing 哦，它是直接加 ing， 不然呢，它过去式就真的要去 y 啦，然后加 ied。好，再来下一个单字呢，叫做 go by。那 go 呢，本来是去 ，by 呢是旁边，所以 go by 加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是经过。好啦，这种还好，这没有什么要讲，只要记得 go 的过去式啊， go 的过去式好， went 很好。就继续了哈，好，也因为这样呢，就记得本身 go by 就是经过。再来下一个呢，叫 over and over， 不是一直在上面，一直在上面，一直在上面哦。over and over 通常会加个 again 啊，所以 over and over 呢，就是一遍又一遍，一而再，再而三。你有时候看到他加的是 over and over。again， 你可以把 A G A I N 写上去 ，over and over again， 就这个，你可以加个 again 上去，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好，再来下个单字，叫做失败的人，没有啊，就是 spider 啊。所以第一个呢，要知道 spider 可不可数？可数啊，对啊，是完整的啊。所以你怕的、喜欢的，记得它是 spider。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例句加 S？ 就可数，它可以数。
好啦，所以 spider 呢，你备注一下，你们因为蜘蛛人应该这个字都不会错啦。好，那因为呢，蜘蛛也有八只脚，所以它不是昆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基本你们要知道，昆虫是六只脚，所以你要知道它是八只脚。好，下一个叫 pass by， 跟刚刚的 go by 很像，因为呢 pass 也是经过 ，go 也是去嘛，所以 pass by 呢也是经过。不过要 pass 这个字，你们常常问那个 opa 有没有？这个全部都及格，真的就是 pass 这个字。那 pass 呢本身你写个 e， 它除了经过之外，哈，可以是通过，通过哦。可是呢，也因为它的过去式的念法，你们就很多人把它跟这个字搞混。你要先知道 pass 是通过嘛？我加了 ed 之后，它的念法刚好会变成 past， 它真的就念 past。可是 pass 这个字呢，本身它是一个副词，也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个介系词，都行。那 pass 这个字呢，可以当成过去的。就跟通过无关了，所以你要知道啊，它不等于 past， 你要 go past 这个字， go past 等于 past。 好，再来下一个咯。下一个呢，你要知道是这个 b 不发音嘛，既然它不发音，所以你会怎么念？ climb， 对，很好。我点了它不让我念 climb， 有听到 b 不发音。那 climb 状况之下，你要先知道的是，因为我们通常强调是攀爬，所以呢，你要像蜘蛛人一样啊，爬上爬下的，叫 climb up and down， climb up and down， b 不发音哦。所以即使你念加 ing， 你也不能念 climbing， 没有，它念 climbing， m i n g， 变成 ing 的意思。所以你要写的是，来 ，e go mountain climbing， go mountain climbing。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字？因为它比较麻烦，是因为它是先名词再加 ing， mountain 一杠，然后 climbing 这个就是去爬山。年纪到了的话，大概呢，他们的跟我一样了，休闲活动上就是去走山，就是去山上走一走，因为去哪里都可能有染疫的风险嘛，所以你要知道叫 mountain climbing。类似的叫做 bicycle riding， 你们喜欢吗？因为我们三年级之前，因为不能出国，所以我们都是环岛，就是骑脚踏车，我们会跟捷安特合作，有没有？那叫 bicycle riding。甚至呢，我干脆不写这个，我直接讲 cycling， cycling 真的就是骑脚踏车，所以个人后面我们会加 ing。可是如果名词的话呢，就会名词加 ing。好不好？我们往上第十五个单字了。来，下一个单字呢叫做 button。 这个字其实哈，我在一开始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遇到的那个老师，他就跟我那个外师就说，他就开玩笑跟那个学生讲，哦， you have a full button。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听不懂 button 这个字呢叫做底部，所以呢如果今天讲在底部，来写个 e， 在 at the bottom hole， 因为他们掉到洞里面去嘛，所以底部洞的底部叫 at the bottom of the hole， 这是 e。 可是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是故意跟小朋友，因为他小学三年级，那个是小学三年小朋友，那个时候乔米有点胖胖的，有点可爱。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在形容那个动作的时候，所以写个二，你先写二，他的相反叫做 top， 那我们就 on the top of， 刚刚是 at the bottom， 刚刚是 at 哦，到了这里呢是 on the top of， 他的介系词不一样，然后写个三。所以如果人家开玩笑讲说，哦，full button。full button 的意思，就是你的屁股超级无敌大，你有个大屁股，大屁股，肥嘟嘟的屁股，是 a full button 的意思啦，就是口语啦，就是讲说你屁股很大。可是人家那个老一辈的也讲说，娶那个女生啊，要娶个屁股大的，因为为什么比较会生？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实际上是不是 AI 啊？我也不知道。所以 a full button 你写一下就是大屁股的意思。好啦，然后最后写的是。我直接把它大写，这个等你十八岁再去做，嘿，叫做 bottoms up。如果真的有人跟你讲，哎，来，bottoms up， 然后通常会惊叹号。这句的意思是什么？假设这个是杯子，这是一个杯子，我把它的底部往上，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倒水，意思叫你干杯。
就是你把底部倒下来，不能让一滴掉一滴水滴出来，一滴酒滴出来哦。嘴巴上上能写下就是 cheers， combine cheers。啊，这个十八为什么叫18岁？因为不然你不小心呢，很容易啊就醉了嘛，啊就被捡尸了，然后就因为这样可能会比较被抬死了，都有可能。所以 bartender 呢，其实写下哦，就是干杯，干杯的意思。好，最后了，上第15个，因为刚好我要上一半。来，第15个单字呢叫嗝屁，的确啊，就是嗝屁，没错吧？可是这个字要小心，是因为这个字要补充东西超级无敌多。因为呢，你要先写个一，像你们刚刚讲的李太岳他们是因为 die of stabbing to death， 他们是被踩死的，所以呢 ，die of 呢通常后面会加个名词，就是死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那他们大部分其实 die of choking 就是窒息，因为他们是吸不到空气嘛，所以因为 die of 的后面呢会不会加一个名词？那你要先写个二，所以呢跟死有关的来写二哦。如果今天他呢昨天去世了，当然我用 died。可是呢，他们如果还在努力想要活，那个叫做 die。这个字的意思哦不是正在死，请你不要写正在死，它叫做垂死的、快死的、快死掉还没哦，他还没死哦。那真的死掉了怎么办？真的懒得呼吸了怎么办？那它的形容词会变成一个字，叫做 death。所以死神昨天呢降临了那个韩国的李泰院，那那个死神我就直接写他的名称哦，叫 the god of death， 死神有没有？那因为他太伟大了，他一下子就夺走了100多条人命，那叫 the god of death， D E A T H， death 这个字就是死亡这件事。所以呢，你要知道的就是，die 是动词， death 呢是死亡， dead 跟 dying 呢都是死的，可是一个是真正死掉的，一个是还在努力活的。好，也因为这样，可以了吗？因为我要写一个东西，所以呢，等到第5册的时候上到啊。如果我真的讲的这句话，请你记得哦，不要写哦。你写这句话，比如说，他死了10年了。叫 he has died for 10 years。好了，不要了，不要十年啊，十分钟了，然后又活过来了。He has died for 10 days， 10天好了。你知道这句话多可怕吗？这句话超级无敌可怕，因为这句的意思呢，实际上一直死，死了10天还死不掉。可是我们真的中文会这样讲，哎呀，那个人怎么那么久没看到？他已经死了，他死了10天了，那怎么办？来打叉叉，你帮我把这个字打叉叉，因为还是加 PP 呢，这个叫 PP 加过去分词，我们不可能这种动词哦，它没有持续不断的动作，所以如果今天我要讲说这个人真的已经死了多久了，怎么办？他是死亡的这个状态持续了多久？所以呢，你帮我写个 been。还不会的没关系，它就是 be 动词 的 PP， 然后因为它是死亡的这个状态，所以请你写 dead， 这句才是真正完整正确的死了多久。比如阿宙啊，像我的阿宙就死了10几20年啊，我那叫 my great grandparent have died have been dea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他已经死了超过20年了。那那个时候因为他是死亡的状态持续了这么久，所以你要用的是 dead 这个字。好，那刚刚动画你们看过了吗？再来我们就看课本，来41页。那对话呢，到时候刚刚我的助教问到关键，到时候考试会不会全部考？不会，我们考一半，刚好我就考到我们今天一半的地方，那总共有6页，我就考3页3页这样子。哦，我让你们先看一下考什么。好啦，来第一个 ，It was the Lion King's birthday。我考了2个，一个是填空，一个是中翻译。那因为那个中翻译的老师呢，他挖空的地方还蛮特别，他挖了这个字 ，EPS。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挖的是这个 EPS。那既然这样，就把这个 EPS 圈起来吧。有跑哦，有跑哦，挖空的地方要考这个。那这个 It was 哈，写的今天是，现在是，今天。我用黄色好，黄色比较清楚一点。那为什么用 was？ 因为讲这句话，讲这个故事已经发生过了。不过对当时来说，它的确就是当天发生的事。所以今天呢，那一天呢，那一天来看看那一天呢，
那一天呢是那个 Lion King 的生日，就是狮子王的生日。All animals 啊，这个 all 写了三分之三，全部的全部。那如果两个当中的两个嘞，你写的 both 二分之二 ，b o t h。比如说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都是老师，那叫 both my mom and dad are teachers， 那个叫二分之二。那如果是全部的人超过三个以上，就叫 all。好啦，那因为在讲这件事情的当下正在发生，所以你把这个 word 跟这个 ing 一起圈。所以当时所有的动物们，他们呢都正在去参加这个 birthday party。再来 ，Taylor the Tom 圈起来，就是蟾蜍泰勒，这样蛮好的。好啦 ，and the Fred the Frog， 啊，记得哦，这两个不一样。Toad 跟 Fran 不一样嘛？如果是你，你会比较喜欢 Taylor 还是比较喜欢 Fran？ Taylor。啊，真的、哦，所以你们喜欢的是 Toad， 好吧？那你们喜欢的是蟾蜍，那只 Taylor 那是那只蟾蜍 ，Fran 呢是那只青蛙，反正因为两个有点像嘛，所以他们两个呢就是就两个人就一起去。那第二个呢，帮我把这个 on the way 的后面写个 on the way to， 加一个地方，就是去什么什么的路上。可是有三个字前面不能有 to， 我这里还记得有哪三个字前面不能有 to， home， here 跟 there， 对，所以如果我说回家的路上，你只能 on the way home， 你不能 on the way to home 哦，你只能 on the way home， on the way home， 所以在去什么的路上呢？他们呢就修就一起要一起去参加那个狮子王的那个生日派对，所以 on the way to 就是去一个地方。好啦，再来隔壁这一页。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啊，因为当时就像我们现在外面一样 ，it was raining， 可是我是现在，所以是意思。那当时嘛，所以用的就是 was， 所以那一天呢，当时正在下雨。你把 it was raining 写一下哦，写一下哦，等于好了没？因为你的下雨只能一个开头，不能用别的，所以呢，你可以写 we have rain 好了。所以如果今天我讲说，哎，下大雨了，现在在下大雨，你写四个句子 ，it is， 因为是现在 ，raining heavily， 帮我写一下啊，你写 hard 好了 ，hard 或是 heavily， 因为刚好我们班啊，三年级他们上礼拜考模拟考考这个，哎，他们写不出来，哎，超惨，他们写不出这个句子，你写一下啊，不用 hard 的哟，就是 hard 的哟 ，it is， 我写错了，你们都没有人发现吗？be 动词后面动词要加什么 ？ing 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没有加 ing 呢。所以 it is raining hard 就是现在正在下大雨，然后会等于 we are， 因为我们嘛 having 不是正在吃哦，也不是正在喝，所以我们呢现在啦 we are having heavy rain， 就是现在呢正在下大雨，然后等于 there is。啊、你可以用 a lot of， 我写另外一种句子给你好了，等于 there is a lot of rain。那因为雨没办法数，除非数得出来，你有特异功能数得出来几滴，不可能啊，你数不出来啊。所以 there is a lot of rain 就是下大雨的意思。所以当时呢正在下雨 ，the road was wet， 因为地上湿湿滑滑的嘛。And the full of， 来把这个 full of 的前面把这个 was 一起圈 ，be full of 就是充满。就是挤满，就是塞满，然后写个等于 be covered with， 就是被覆盖，也是挤满，也是塞满，类似语义的用法。那地上呢，因为太湿了，而且地上呢全部都是泥巴。Taylor and Fred were taking selfies， 来把这个 taking selfies 两个字画起来，要会哦。什么叫 taking selfies？自拍，对他们呢就在路上呢，哎，你拍我，我拍你啊，两个一起拍。结果 suddenly， 那 suddenly 呢？你加 ly 哈，就是突然地这件事情，后面这件事情突然发生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呢 ，suddenly 的意思呢就是突然地。They fell into a deep hole。你们这次考试超多人写作呢，来把这个 f e l l 写一下，写个 fallen， 这是跌倒，掉进爱里面了，所以恋爱了嘛，叫 fall in love。掉到爱里面去，被爱淹死了。然后呢，可能戴墨镜都没办法，因为太闪了。那叫 fall in love， 你写一下，叫 fall in love 就是谈恋爱。听说你们班不是有好几对吗？哎，不好说，哎呦，不炫哎。
然后第二个呢是 feel， 这是感觉。哦，我觉得好闪哦，那是打狗粮，好讨厌哦。没有，它叫好了，所以 feel 的过去式叫 felt， 过去分词叫做 felt。所以 I felt envious， 好了，我觉得好嫉妒，好羡慕，有没有？就是我们永远只能在那边吃狗粮，然后看他们放闪，我们怎么戴墨镜呢？好像眼睛都还是刺刺的，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好像脚踩到柠檬酸酸的，心里也酸酸的这样。为什么我自己一个人这样子？所以 fall 这个字是跌倒 ，feel 是感觉，所以他们不小心呢 fell into a deep hole， 这个洞还不是洞而已，是很深的洞。好啦。下啦，所以会这样继续下一页 ，OK 啦。再来下面的地方呢 ，Taylor and Fred were right after her。等一下，我确定一下，应该这两页没错吧？好啦，下一页啦。所以会这样呢 ，Taylor and Fred 他们两个呢没办法，因为太深啦、啊，那个洞太大太了，怎么办 ？Cry for help， 快起来！什么叫 cry for help？ 写求救，对对对，而且是用大声的。求救，所以他们当时啊，我们在讲的都是当时发生的事哦，所以你会发现要加 ing， 那有 ing 前面就会有 be 动词，所以这个 ing 跟这个 be 动词一起流，一起生，所以当时呢，他们一直持续不断，一直持续不断，一直持续不断，所以这个加 ing 的，你写个长时间，然后 went 呢，写个短时间，所以瞬间的我们加 ed。持续比较久的，我们加 ing， 所以他们在叫的那个当下，有没有更早之前，他已经持续不断在做这件事，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一直在求救。那他们呢 ？A rabbit went by， 有一只兔子经过只有一下下，可是在他经过之前，跟那个当下，跟之后，他应该都持续不断会做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用过去简单式加 ed， 持续比较久的呢，我们加 ing。所以当一只兔子呢不小心经过的时候，他们两个正当时正在求救。所以一个加 ed， 一个加 ing。The rabbit stood beside the hole and said， 把这个 stood 写个 d1。所以这是兔子呢，就站在这个洞的旁边 ，and said 写个 d2。好，那你们考试的时候这里要注意，我只提醒你们这里，逗号在外面，句点在里面，逗号在外面，句点在里面，有看到吗？因为你们当时要写中翻译嘛，所以逗号要在外面哦，就要说 oh dear， 亲爱的两位啊。You don't jump like me， 那把 like 呢写个介系词，写个像。你们不像我一样呢，可以跳得这么高。You can't get to the party， 那把 get to 写个抵达，到达，抵达啦。你可以写 arrive at， 抵达也好，可以 arrive at 这些小地方，应接大地方。好啦，来第二个，把这个 before 的 be 往这个字化，写个 s 加 v 去。然后呢 ，get to 呢，写个 v1。你们呢，在它开始之前，你们是没有办法到达的，所以要先到还是先开始，你要分清楚。因为 before 后面接第二个动作嘛，一定要先到，派对才会开始。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怪怪的地方？这里有我奶奶跟我说，你发现了什么怪？你如果发现真的很厉害哦，我把这个字画起来，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 ，stood 跟 stand。然后这里呢 ，don't 跟 can't 跟 starts， 这样知道我在画什么吗？词性吗？不是哎，时态。对，你有没有发现外面的是过去式，就是 stood 跟 stand， 可是引号里面的它是什么时态？现在式，这个是规定，就是我们在讲话的那个当下，所以引号里面哈，你可以这样子写，引号里面。这个两个六两个九里面、哦、我们通常都是用现在式，为什么？因为你说话的那个当下，除非你在讲的是当时过去的过去发生嘛，不然呢，通常它都是引号里面都是现在式，然后外面这个 said 啊，它是过去式是合理的，可以哦，就是我那个时候说，可是说的那个当下那句那个句子在讲话那个里面引号里面是要用现在式，所以你哦不像我这样可以这样跳来跳去的。所以呢，在派对来开始之前，你是没有办法抵达到这个派对的。所以呢，因为 it's too difficult， 把这个 too 写的太难了，通常不好哦。所以今天我会讲说，21号 you are too good， 好不好？不好，他是一个烂好人，好到烂，你知道吗？所以 too 是不好的，所以这件事太困难了。所以呢，既然没办法的话，怎么办？ Just give up， 把这个 just 写的就。
然后第二个 give up 呢，写个放弃，你可以写个等于两个字 ，quit 不对，一个字，讲太快了 ，quit 就是放弃。你放弃后面的什么动作哦，都加 ing， 比如说戒烟 ，quit smoking， 戒酒 ，quit drinking，quit 也是放弃 ，give up 也是放弃，也是戒掉的意思。所以啊，不要再挣扎了啦，你们就放弃吧，就放弃了呗。再来 ，and 这样子 ，he jumped away， 他就跳了。好了，再来继续往下喽，再来隔壁这一页，然后也因为这样，这是第一组人员，再来到了第二组 ，Taylor and Frank jump over and over again， 啊，这个 over and over again 写的再一所以他们呢不死心，他们就是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就是想试试看能不能跳出那个洞外面。结果 later 不久之后 ，a butterfly blew by， 把这个 blew 拉上来，写个 fly， blew。然后嘞 ，long 很好 ，fly blue long 你可以做了，因为你终于有在上课了，好不好 ？fly blue long 就是飞的过去式跟过去分词。然后不久之后，有一只湖北就飞过来了，而且它是经过而已哦。再来 ，he left， 他好过分，他就是这样往下看，然后看着那个洞里面那两只青蛙跟蟾蜍呢，在那笑。Oh dear， you don't fly like me， 啊 ，like 再写个介系词，你不像我一样会飞。会飞就不用掉到洞里面，就不用担心了嘛。You can't get to the party before you start。再一次，在派对开始之前，所以这里写什么例句？你是没有办法抵达那个派对的。It's not possible。那这个 not possible 哦，写个等于 impossible， 还是不可能的代志啦。代志是我们人所想的啊，没遐简单。所以呢，写个 impossible。然后呢，讲完笑一笑，哎，就虚，不对位，我就飞走了。你不觉得很过分吗？根本就只是来看笑话的。好了，再来往下，然后也因为这样，我就上到这边。再来 ，two spiders pass by and said， 然后这个时候呢，又有两只蜘蛛 pass by and said 经过了，然后就说了 ，Dear old dear， you don't climb like me。那这个 climb 就是攀爬嘛，如果他们会爬，他就沿着那个土泥墙面爬上去就好了。你不像我们一样哦，你会爬。You can't get the party before you start， 所以在派对开始之前。你们一定没有办法到达那个派对的。Don't try anymore， 把这个 Don't try anymore 写一下。Not anymore 等于 no more。好啦，所以不要再试喽。Over 这个是考试的重点，1000%。第二次段考一定考这个格子，而且它出在哪里？第一大题，它会考你哎，早点起床哦，否则你会错过火车哦。赶快离开哦，不然你会怎样哦？不要再试喽，否则会怎样哦？这个字的意思写上去叫做否则。不是或者，翻成否则，一定考试。那通常会用这个句子，大概就是有一点点警告，有一点点劝告。前面大概都是一个警告语，否则会怎么样？讲开了哈，否则 you could， 然后 could 写个可能会，可能会，可能性不高啦，不过呢还是有可能嘛，所以你可能会做这件事情哦。什么事情 ？Fall down to the bottom and die， 打到这个 fall down to。会跌，直接跌到哪里去？然后 to the bottom 就是到底，你会摔死。简单来说你会不小心啪啪啪，好啦，你要像我这样啪啪啪，就跑到一半，直接就掉下去，然后就直接活活的 die。所以呢，这里怎么翻？就是摔死的意思。好啦 ，and they went away， 所以他们超坏的，然后就走了，结论就走了。所以 fall down 就是跌倒 ，to the bottom 就是到底。And die， 所以第二个动作，所以 fall 呢写个 v1， 那为什么这里只能用 fall？ 因为助动接原动。第二个呢 die 呢写个 v2， 记得哦 ，could 是 can 的过去式，所以助动接原动，你不可以用加 ed 的，助动接原动。好，上边。